黑黑的地方就是那只蟑螂的脚，有露在外面。那我们用这个镊子哈，然后从它的外耳道里面啊，就拉出了一个蟑螂在这边，一只蟑螂，大概有接近3公分左右，还算蛮大只的蟑螂。就是那时候花多少时间这样子，就是才把。哦，因为一开始没有这只镊子啊，所以就是看得到，但是拉不出来，所以去找了这只器械过来之后，一下子就拿出来了。